三节，对不对？腹部呢，身子的这个胸部的 1.5 倍大。所以蜜蜂的话，身子是短短的，不长。然后有头，头呢，眼睛大大，旁边都是毛，然后它的那个触须长在前面，它是棍棒状，啊，棍棒状。这样子啊，然后有口气，有一个短的口气在这里，啊，然后呢，它的脚呢，一条后面有一，所以这样是一对，对不对？两对。这个是花粉，啊，花粉我这里没有黄的，啊，我要红的来画花粉。三节、四节、五节，大概五节就够了，五节。然后这个翅膀，这个蜜蜂的翅膀比较短，比较短，比较瘦，比较瘦哈。还有一个翅膀，这样子。第二个翅膀比较短，这样子。这个就是一个蜜蜂。那它这有分好几节，有。黑色的格纹，黑色的格纹哈，啊，这个是，这个都是毛，这个就是蜜蜂啊，蜜蜂啊，这个太长了，它大概在到那个腹部的地方，它的长度啊，它在那个长度。所以你普通在画蜜蜂的时候，末端就不画了，撇出去就，它这震动很厉害，而且震动的时候发出那种声音是很大声的，嗯，当你听到有个蜜蜂在你耳朵边在叫的时候，赶快逃，你侵犯到了它的领土，它可能蜂巢在那边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些笨笨的就爬山了，被蜜蜂叮得要死。为什么？你没有警觉性。当有蜜蜂来跟你示威的时候，在头顶上示威的时候，你就要赶快跑，对不对？哎，因为它这个要攻击你。它这个从枝条上面呢，它会长一个绿色的一个基座，然后从上面呢再长出来花。这个花呢，有几朵呢？一朵，大概五六朵到七八朵这里啊，就看你们的意思，你要画几朵就画几朵。啊，如果你要真正去看那个桂花，桂花什么地方有？到处都有。到处都有。到处都有啊！那你去看啊，到处都有啊。好。有人会特别去摘那个花。祖师庙就有了。啊，祖师庙旁边就有了。哦，祖师庙旁边就有。如果现在有开放，你去看，不要摘了，不要说我看到摘一只回来。有些人啊，有人特别开花，就是把花摘掉，就很那个没品。这样子那不好，全我们用拍的。村里没有。啊，现在我们就把比较代表性的最前面的那一朵花。我就是
个这个底座啊，底座上面就是要长花。那这个花呢，花柄是淡绿色，淡绿色，所以它那个它的那个黄色的颜料呢稍微多一点。这里画一二三四五五只啊，五只，然后我要画花。桂花，桂花香，桂花不但香，而且桂花的花可以放到那个茶叶里面，香茶，香茶是很不错的一种花，但是它很小。但是整棵树哈，当花开的时候，密密麻麻的都是黄色的点，一点一点，整坨整坨。像这样，你先把它画四个分类，四个分类，然后在中间呢，再用那个淡咖啡色画一条线。淡咖啡色画一条线，然后呢，两侧呢是有那个熊蕾，是黄褐色就是黄色加一点咖啡色。你如果不是这样放大看，你看不到，因为花很小，花很小。然后中间呢，个绿色，这个等于是一种特写，要不然你看不到的。所以你画这种桂花，
你只有点点点的，你会不会觉得不满意哈？好，那这样就一朵桂花，一朵，其实很小啊。好，那我们再来再画几朵啊，一个我们有一二三四五五只花饼，所以我们就画五朵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它是四个花瓣啊，四个花瓣，四个花瓣啊。然后我们花瓣先全部把它画出来。其实它的花是很好画，简单的哈。这个是花的部分，然后呢的叶子哈，一二三，还有一片叶子，这个掉啊，那我们来画画四片叶子。那个，这个桂花的叶子正面部分是绿油油的，翻开来背面部分呢是有一点黄色，有点黄色。所以我们正面部分呢，可以把它画绿一点啊。
那么你看我们画叶子的时候是顺着叶脉的方向我们来画，这个是第一片，好，一二三，还有三片，第二片，第二片，这个比较麻烦，你要稍微闪一下。要闪一下，该闪就要闪。因为我们这个是小写意，不是大写意啊。小写意很接近工笔，但是不是工笔。那么小写意，所以它的优点就是它能够把花的各种特征呢，我们可以把它表现出来，这个两片呢，还有对面还有两片，
那有同学有时候会问说，哎，老师啊，那我们颜色这样子一片一片的调是很麻烦，我把它调成都调好了，那将来就画好不好？好是好了，但是那个变化变成没有变化，平平的，没有那个立体感。所以我们每一笔我们又调了再来，所以它就不一样。我们学画最快乐就是随性，你想怎么画就怎么画，啊，没有绝对对和绝对错。可以当我的好助手，你就知道我画，我要什么画？你怎么知道他脑子要什么？就不够了，颜色就不够了。有时候你在画大圆叶子的时候，有一点破破的没有关系哈，反而自然了。你全部把它填得满满的，一点缺口也没有，那也不一定了。
该闪的时候你就要仔细的闪。啊，有时候我看杜老师在画画的时候，画到精细的地方，老花眼戴起来也是慢慢的描啊。这个我们小写意是小，不是大写意，你要记得这一点。像你看，这里这么多的花，你如果花没有先画，先画叶子，你花压不上去，对不对？你后面有东西。所以你现在只有花先画，再来画叶子，本来要开始要散了啊。你在家里有时间就可以慢慢的散，就不会有错误啊。啊，就这样子啊。然后呢，我们要画这个什么东西？这个是枝条啊，枝条。枝条我们要三三四来画。三三四本身比较偏红，所以你必须要加一点墨。这里，老师这里。老呀，没有办法。我跟老婆啊常常闹笑话，她从一楼跑到二楼要跟我讲话，想半天忘了，忘了她又跑下去，等一下我要跟她讲话，我到楼下去要跟她讲又忘了，我们两个忘来忘去的。这个有时候真的没办法啊。好，那个现在呢，那个叶脉我们可以用墨来画。那这个叶脉是互生，互生就是交叉交叉哈。
教他叫他附身，所以呢，就从这里开始哈。这算是局部完成了，然后蛋褐色呢，我们用淡的咖啡色啊，我们先去画树枝，你要怎么画就怎么画，你要画很多满满的也可以啊。这个是第一层哦，现在来的第二层，后面是第三层，所以我们这一张画书有三层啊，有三层，就整个这个灌木里面的比较远的叶子模糊，中间这个叶子比较清楚，然后是最大的这个表示它的细节啊。那为什么我们用淡的？因为淡的你才有办法来以后去加。先把这个枝条烘焙好，这边太少了，你就从这边再加个枝条过来，大概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好，然后我们画什么呢？画叶子呢不用画花，花我们可以叶子都画好之后，你什么地方要画花，再用这个黄色啊，去点的。那它是有花柄的，花柄是事后去拉几条线，代表花柄，这样就可以了啊。好，我们来画叶子。刚刚讲过了，它这个叶子啊，对身最上面是四片，两片两片，然后再下来就是各一片一片，两三次，一两次啊都可以啊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在这里啊，先画一个啊。
我画这个小叶子，上面有原来有那个枝条啊，但我枝条是用淡的，所以颜色就把它盖下去，所以就很方便的。我要怎么样加叶子就可以加叶子。在鸟片，然后有一个一片的，啊，这里有一片。先画叶子，然后把这个枝条啊再加深，这样就不会错啊。那它的这个它的叶子是附生的啊，附生的，所以附生的啊。先画这一个哈，然后呢，然后它有花，有开花，好，花，也就是点花。这个地方没有开花，这个花就比较好画啊。这样有一些花在那上面，对不对？好，在叶子的腋下，也有在这里。也有在这个枝条的上面，它自己也有一些。然后呢，这个呢，这个枝条上面的花呢，你用黄的就看不出来，你就用正对着啊，正面的话看不到那个花柄，侧面的话你看得到啊。像这样就是这样是一个完整的，往下再分支也好，在上面画也都是这个样子，那整个画出来就很漂亮，对不对？这个是第二步地方。第三步，你要画后面的那个枝条，对不对？因为呢，你这个它是属于那个灌木类，灌木类是归错，有前景、中景、后景，还有后面的。后面的话，你用淡淡的墨，淡淡的颜料来画，枝条它咖啡色太淡，咖啡色用淡的来画，然后再加叶子。这样一张画呢，画了蛮长的时间。蜜蜂，稍微讲解一下。啊，蜜蜂哦，小蜜蜂啊。
用讲解的。用讲解的。哎，你来不及画，用讲解，就是它的头的位置啊，翅膀啊。好好。那触角啊。没关系嘛，我们蜜蜂还是要用什么颜色来画？先用咖啡。啊，蜜蜂我们要先用咖啡色来画。来，我先画在这里。一个蜜蜂的头，那蜜蜂的身子。蜜蜂的尾巴，这个是蜜蜂哈，还没有完哈。然后呢，蜜蜂它的头啊，都是一些毛，咖啡色的毛，眼睛是黑的，眼睛是黑的，所以呢。我们把眼睛黑的画出来，啊，眼睛黑的画出来。然后它这个，它的喙是长长的，啊，它也要吸蜜。事实上，它吸蜜还是次要，主要是那个腿上的毛。它会沾很多的花粉，啊，回去的时候连花粉一起来酿蜜，啊，好，那它的花粉在哪里呢？花粉大概在这个地方，画多一点啊，好，那它的那个。它的触角在前面，棍棒状，那个酸节棍状。好，翅膀，那个蜜蜂的翅膀啊，它飞得很快，飞得很快，所以你没有办法整个翅膀它画出来，你只要从那个基部把它飘出去。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哈，我笔尖沾一点点墨，这个是咖啡色的，另外一头。翅膀的前缘，就是红斑放大了，变成红斑的位置，安尼无看。啊？就是红斑放大了，安尼无看。哦。回去看影片，回去那个。影片可以放大。我先画这一只，再来画大的。我们有拖了一点时间上课，我再补一点哈。想把它放大一点，再有看。它在飞的时候，它这个胸部是三节，一、二、三节哈。它后面的那个腹部啊，它是有一节一节的。所以它在飞的时候，你翅膀只看到两个大的，没有看到小的啊。其实也有小的了哈。脚。
来画一个大。那个，所以。